聚焦经济农村更是感谢故事。欢迎大家能收听第安村里的故事，我是朱天能李清。今日个现场啊，咱就去来去高雄镇宝东村行一行。宝东村是伫山武状元吴仁勇个故乡，好高有丰富个绿色文物资源。高朴正东个宝东寨状元府，拢是宝东村清高文化多元个见证。就去走进宝东村，定望状元故里。高雄镇宝东村原是一个多姓氏住过的村庄，自从南宋时期以来，都只一片约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随后各住了威、黄、郭、鲁、高、越、幽、王、欧、张、安、杨、郑、林甲二等姓氏，各姓氏华木相处，各自谋求发展。据宝东吴氏族谱记载，宝东村吴氏原于福建省兴化府蒲城郡巷头乡。始祖吴龙门是一个小寨，千年时候来得就宝东韦厝家子，而韦氏两分之后定居北厝自强村吴厝韦，至段王道西乡创立大乡再来。此后吴省人口大幅增长，汉帅后出了十个个人和一个武状元，后来其他姓氏都将外迁他乡，另谋发展。至民国元年，宝东村直通吴省。吴仁勇是宝东村赫赫有名的武状元，伊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伊家庆元年变成过富贵妻。考到会试一甲第二名进士，内试一甲第一名，被太上皇乾隆帝甲嘉庆皇帝钦定为武状元。吴仁勇状元阶段，按官职以清嘉庆二年八月到家乡建造状元台。状元台坐落于宝东村宝东寨内东新大街左边。是一座三进街露天井三座落直奔露天街青瓷瓜塔，总面积为458平方米。现在的宝东村花村有状元石狮露台、灵头之屋一座，以及状元甲天子门生摆饼等。宝东村总人口8000多人，来到造就了一道又一道善于经营甲善于经商的精英人才。伊能参培信仰，改善乡村环境，因勤劳甲智慧，再创宝东新辉煌。因做塞上武功高强的武状元，是高中电影的先进题材。宝东村的状元府为武状元的形象再添形容。吴仁勇一生有好多传奇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安宁请听第一首广告代表性的传承人曾明广带来的故事《地勇上村吴仁勇》。《地勇村里的故事》由好口味食品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好口味，真爱好回味。话说清朝嘉庆年间，潮州出了一名武状元，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吴仁勇。吴仁勇字良沃，号地者余正明，伊出生在广东汉阳区，即是现在潮州市潮安区高雄镇宝东村一个普通家庭之中。伊阿爸吴廷义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吴仁勇当时体魄好似力大无比，打石过人，做事认真。但是因为家境贫寒，到12岁才入本乡的私塾读书。伊见伊勤于食而学问，又喜欢呢食武两空，一大大个个两武招，一大只手就变巧，上单个有300多斤，举个鬼鬼，手我做的袂酸。乾隆46年。吴仁勇呢，才19岁，做好工课，
靠得了蒙秀哉。另外有一个空头西北空开过的到另外的腰处开一罐小土，另外就经常来这个两目食爱。那空头西北不但武功好，目力也好，他就看着五人用生菜开我比力过人，留着一口必无所胜，所以就把这样找见了合配可以并对着他向西东京西道河令红色接受了铁武才黑哎，丁世土我是江人，不如启蒙食物，他的有人出难到底。五人用就听从岳伯的劝导，真该是到武功大门呢个狠下功夫，刻苦自力，每日苦练，不知不觉地过了十年。我不属岳伯所料，五人用真恶狗，坐骑直升，十八般武艺，样样皆精。强龙五十七年考得人字科，对三十七名的武举证。强龙五十八年开条科，上京赴试，坐在不敌。但是伊都未灰心丧气，三年之当呢，继续苦练武艺。伊拍出真格武术之枪，以保家己嘅部族，正一求精，世家己嘅武艺独步上升。强龙六十七年参加一宝科。会起又再次呢命落神山，因为家贫无半点，伊就去栖身到京东一个寺院。伊随身扎去一撮只去柔嫩光洁的雕雕双爪，就无接出来过生活。却说伊当蒋龙甲强龙的背地背清王五段小白花罗交缠，遐有只只呢背清王来到二当，找阿蒋龙作配。遐就抬着鸡蛋，吊着撮双爪，不知何物。蒋老就该解答：啊，这个叫做拥抱，是这个举止，我来个吊酒直线啊，相当于安徽的双爪，并且叫吴仁勇出来做不做？陈王问过吴仁勇的身世，仁勇一回答：唐突不慌。陈王一记溜是七月差，抬着蒙古船差，又何能解？不觉起了两岸之称。临别的时候呢，人用三个千万挂北的拥抱。一次次之后呢，千万没有来自于必定要找人用出来做步，唐翁龙步，唐地说天，配到欢喜的投机。转眼之间考起又将北京了。这里呢，俺我是强龙托位嘉庆皇帝登基，嘉庆就专将八千万作为主考，每次去的每集，仍用正声对银武雕个去，坐在这画出字幕，就来到南极空，把这个砸进，为首个人手一捏，请贴靠清这打，奉大学士公华生之命，特请各人呀，高呼唐叔。那仍用正起意，就靠正南车去，把这眼领就叫跟到了学士府台。原来华生是强龙夺位的时候呢，历任的主考官，金盔露出的武状元，伊早就昂当爽定了家己的竞赛，但是万万料唔到，今年主考官呢，靠一只嘉庆皇帝的扑掉，命八千万做主考，遐真实是死要闹。伊话听呾，硬是啊，武字个五千万啊，八千万有够啊！哎呀，嗨嗨嗨，这回竞赛硬好就落败。所以华生一记溜是鬼鬼多端，让使出一梦，几多事情啊！让我堂堂学士讲，请你来接呢，你不假不充。所以调转爱道理个人样，让伊耽误考试时间，好让能使考懂。考试一到，我通叫人样个小人，八千万急住话前遐，命身边个几百官快袂到二耽误探莫成因。几百官匆匆来报禀王爷，吴仁勇诈出二门，却被华生大人一网虎当。不想讲非常懊恼，这华生居然来出此恶谋，爱使相思考试耽误，这极明示威大多全往学士府，只要仁勇。仁勇来个银花鸟，陈王就宣布彼此开始。
遐经过一番比试，人用实在有计时，总是命力在猫，摆渡在偷。我二日，陈王就带比试对半呢，就在啥物啊？该五个来见皇帝，正见对齐。对齐个头一个项目是跑马下钱，人用所发的计端偏动八星的上方，其他五名五个偏动八星的下方。这家庭就征求啊陈王的意见，陈王有一个神传的人用，回到王城，自古以来出事都是出上不出下，人用头个项目就降了上方，继续比试。有个项目就是使用兵器，人用挥舞大刀，真是惊风流水，当时劈雷，势如破敌，从容不迫，坐在灭日无色。这唔知儿右手失去几多落地，遐唔人用几滴钢丝地，不慌不忙，以躲开卡枪，把那刀背折脱。大刀腾空飞去，三手一伸，刀被五个拿刀手里，撞到上下死去。米奇王伯，嘉庆皇帝问阿仁勇，刚才此招是何解释？仁勇非常激赛，跪朝起朝万岁呀！这只招名叫开车踢刀。遐嘉庆皇帝大为赞叹，好好好，好一个开车踢刀。乐真是利用三双，连勤奖的位无作官，并封阿吴仁勇作为御在大都侍卫官。当时西华列强对清朝当局虎视眈眈，不惜以武力防外海疆，由杨岛甲沿海海岛拉以外交甲南北为疆，掠夺许命，骚扰海上，东南沿海极时不安。朝廷任命吴仁勇任福建金门亭东宫右丞，领职。吴仁勇临危受命，率守海疆，到金门亭任了一阵呢，达到十五年。吴仁勇匡助新会，加强海防，抵御外海，保卫国土。因成绩卓著，屡受朝廷嘉奖赏识。却说珠峰蔡康登个海贼。抵挡不住吴仁勇的武力，就先啊买通小海大清，以能托清城，秘密登上金门岛，找到了吴仁勇。想到那满贵殖民，吴金八娘生了响应，吴仁勇断章取义，并厉声大吼：“大胆狂徒，为非作歹，我大家来惊扰本官，不得将你诛杀啊！还将老你个狗命！”你去告诉那个主子，必须规规矩矩遵守大清法律，做合法生意。啊，你好着死！啊，上路跟他机会了的，炸掉右肩，等去复命。海岛又相传吴仁勇不肯就范，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用大炮轰击金门守军众人。吴仁勇忍无可忍，下令开炮回击，击到了枪垮的牛人。有敌力，一家载满着特别的洋装，妄图的躲避守关官兵的警车，开着马力向外洋渡船。吴仁勇亲自指挥这支众人对击，福建贼中的吴仁勇指挥中开炮射击，吴仁勇非常暴毙，命令的炮火回击，海面上即使炮声轰鸣，响个不停，轰轰轰轰轰。福建一发炮弹射中吴仁勇众人的指挥塔，吴仁勇心腹胆小，但伊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扎营。最后敌人被我猛烈的炮火击中，体毁人消，拖了滚滚浪烟，仓皇无多。金门海战正日敌人扬我国威，吴仁勇乘胜追击。两下提督部长柯良恭行的是直举长命，杨岛珠峰蔡康中西海疆强敌孤安，嘉庆皇帝知到消息，欢喜到心碎，拍马叫号，仁勇正来征家来用。嘉庆十六年，吴仁勇自感身体不适，难辞江枪，上疏请求改嫁归天，朝廷准其所请。
我们用自己使徒为官清亮，自封神强，归乡之事这却无过。以六位孙子造福，到隆昌水利建设方面做出贡献。陈家庆二十二年被雇到故乡报答，终于五十五岁。这正是直到英烈武状元，仁义智勇故其创，保家卫国毁孙子，清风正气永流传。聪明好学，心怀同好。吴景勇为官十五年，两袖清风，以清廉闻名于世。这宝丹不是种族，也传承状元家风，中央的气。武状元吴景勇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吴氏子弟奋力拼搏，去创造辉煌的奇迹。好，感谢你收看本期《谍安村里的故事》，那下期再见。